你怎么来了？昨天是你的生日，我给你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。这件事情很复杂，在我没有绝对把握之前，还不能提前跟你讲。我不想给你不切实际的希望。你的手怎么了？你先跟我去一个地方，你就一切都知道了。你就是小林吧？你爸的酒瘾很严重，幸亏小周送来的比较及时，我们配合了一些药物和心理治疗，他现在情况呢比较稳定了。啊，他很快就会醒来，你们可以去看看他了。